星穹列车和星河猎手就像光和影子，我们走在不同的路上，纠纠缠缠，一同向前，热烈的生长。也许终点是确定的，但它不是现在。这进展过于顺利，到底是要加速了。人的一生太过短暂，就像扑火的飞蝇，所以如果你心中也有了某个答案，永远记得不要给自己留遗憾，我们有这个权利的，梦想之地，一切都被允许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我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到这里，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它。无论那结果是甜美的、梦幻的，还是苦涩的、现实的，它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答案。所以，人们为何选择沉睡？我想，就像你说的一样，因为最后，我们都要从梦中醒来。